小儿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啊！又要在大王桌上叫人，也不是不行。我懂，不会让大王平白出手的。只要能救回香儿，我会解开最后一道锁，助大王脱困。 脉象如何？他脉象紊乱，微弱难辨。不行啊！气若游丝，出气多，入气少。小鬼，解开机关锁，我来帮他收尸吧。大王有无计可施了吗？ 就是叫不活了，不过要不死也容易。请大王教我。上次帮小丫头吊命的阵法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先画阵法，我一边说。借物待行，借用天书之力，抽出元灵，基于木石之物，行走坐卧如常，就与常人无异。 只是看得见，摸不着。这样与游魂合一，这自然只是权宜之计。待本大王脱困之后，再施展仙术，为其修复身躯，届时灵肉归一，才算圆满。这方法委实离奇，不知大王有几分把握？ 小鬼再拖拖拉拉就不用救了。成了。接下来，以血脉至亲的血作为媒介，取你的血一生。血脉至亲？那要是没有？要是没有血脉关联的人，就要取得承载思念之物。 才可施展借物待行之术。那是承载思念之物吗？把你的血滴在左腹位，施展。 天书之力，把小丫头的元灵抽出。两棍，借物待行，快！有没有阴望？偷空三跳，再分分秒，一定分秒，雷震。 好了，那是我吗？怎么会？阿兄，我死了吗？仙儿只是伤得很重。 不过没关系的，那位大王教了我一个法门，暂时取出你的元灵，等会我解开机关锁，助大王脱困，他便会施展仙术。本大王就会施展仙术，修复小丫头的身躯。好了，小鬼，到时候灵肉归一，自然就恢复了。真的，能恢复？ 大王，我这就放你出来。等你好久了，动作机灵点啊！
好，哎，要解器官是我来解哦。可是为什么棋盘会被锁在里面啊？奇怪。哎，看一下哦。哦，然后嘞，对应到应该把就是变成一个方块，是这样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啊，先随便转一转。哎、欸，刚才在飘落叶、欸，是吗？是要都对到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？是吗？是这样吧？还应没？该快好了，行不行啊，小鬼？我再试试。我被骂了 欸，他们骂我，他们骂我。别吹啊，大王！我傻眼 线连起来，让六角形到中心。线连起来，我现在连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靠背哦，钥匙可以动哦。啊，对啊，那是要连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连到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到，反正是要连过去就对了。啊，靠呀，我知道了啦，干，我知道了。反正你这是要先移到这，靠背哦，解半天。哦，我好像是自动是它撸撸过去的，哦，先移到这里，然后再转那一圈，哎，干，没有提示啊，靠背哦，哦，鸡歪嘞，鸡歪，鸡歪，干嘛？浪费多久时间？应该快好了。行不行啊，小鬼？行的啦，我再试试。行的啦，有了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枚零件错位，只要把它扳正。小鬼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想把一枚零件扳正，结果……结果你把它弄坏了。是。坏了，你会修吗？你当然不会。大王，对不住啊，我……你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。不对，过了这么久，小白应该早就死了。你去商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。商山？对，去商山找一群自称墨者的家伙，让他们来修。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者。不过是一脉旁支罢了。sorry，解了半天，结果主角还搞笑，我解那么认真干嘛？小白是谁啊？张良吗？我无言以对。墨者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。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。此去商山路途遥远，不知多久。大王，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？就你个小鬼，连最简单的仙术都不会，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？老实点去商山吧，找人来修好门，本大王亲自出手。
好，我们这就出发，前往商山。慢着，你们？是啊，我和阿兄一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。小鬼，你有吃过烤乳猪吗？吃过。香吗？很香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你还敢带小丫头一起？她以园林之身行走，在各地妖魔眼中，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。有了，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。机关人？屋子旁边那尊机关人，抓只符鬼当动力就可以用了。把小丫头的园林藏进去，可以掩盖气息。你先随便抓只符鬼来吧。大王说的倒是轻巧，我连符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忘了，轩辕界没几只符鬼，离你们家不远处，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，你去那里找找吧。鬼神祭坛又是什？你这小鬼问题真多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是，我们这就出发。路上小心啊！我是说，帮本大王开门之前，你们两个可别死了。突天下。小姐何必如此？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是呢，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。肯定没问题的，别太早放弃才是。什么？突然变得好黑呀、大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？秀雅。把李佳琪送给李大人。君进来搜过，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。门都坏了。哎，仙儿，你看，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徒四壁了。啊？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阿兄，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，然后就出发吧。刚才那边我时空都错乱了，网络时代就是水镜跟那个张良啊，所以他刚刚说丫头跟那小子就是指水镜跟张良嘛，然后大小姐应该就是风之舞那两位，忘记名字了，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？女主角是文景嘛，所以没错。所以四代，可是四代的时候。文景有出现过，文景有出现，跟符子彻啦，所以跟四代是老的符子彻跟文景嘛。可是刚刚文景是拿了轩辕剑，然后把吉鹏丢到天书里面，应该是要救吉鹏吧？感觉是这样。我那边好，我那边刚刚那个线索很关键呢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所以
姬鹏建议大小姐去找水镜跟张良，应该是来找帮手吧。因为忘记那个水镜那个时候的轩辕剑后来是交给谁了，有点不记得了。天哪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被轩辕剑剧情吸引住了。妹妹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这什么？哦，天书剑图 ，OK， 很好。先升级这个，怎么升级？哦，哦，右键哦，右键升级。因为刚的七代看起来是有连贯的，有连贯到四代跟二代的。好，走吧。嗯嗯嗯。妹妹，我好了。哎、欸啊，还有。哦，可以装备了。哎、欸，只有青玉啊。OK， 很好，只有青玉。对，所以刚才那个多年后应该就是文景没错。哦，还有吗？哎，还有，这个是玩具。路途遥远，还是轻装简行为妥。你不捡红儿送你的玩具吗？你送给香儿的玩具你不捡了，你这个负心汉。没有，没有封印之剑，没有封印之剑这个东西。神农药引。哎、欸、妹妹，你怎么见了？阿兄，我们带他一起走好不好？啊，搞不好到了商山，人家墨者不让进山。大王不是说墨者都会机关术吗？拿着这个机关玩具，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。好，就依你。走吧。嗯。好，按 Enter 就查看。好，我们回到村口吧。老实说，我觉得《轩辕剑七》目前做得很好啊，我觉得剧情都很吸引人。我觉得单机游戏跟前几代有关，有稍微相关联的，我觉得都还算蛮吸引人的。你跟天地劫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这边会有人物志，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些人物的故事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看。好，就这样。神魔路，图穷。所以这个大妖就是图穷的意思。好，这边有天书的竹简的介绍。那现在的天书口诀是要用春秋雅言去念的。好，符鬼。机关人，北斗府避震，疾风大王机关屋内一笔画叫阿兄如何？哦，这是以妹妹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。
对，练他没办法。那个大鱼他们有讲过，就是他们已经尽力了，脸部资金太细微了，所以他们没办法，没有资金，没有额外的钱去做了。好，看起来没东西了，对吧？去山里抓符鬼。山里那么大，我们要去哪儿找符鬼？到村口去问问王兄吧，他大概会知道些事儿。在路上收集这些东西。感觉蛮重要的，因为那个是升级天书里面的建筑要用的材料。PC 的特点，你是说轩辕剑七的特点吗？无名剑没有特别讲，因为神秘的强大力量奇特之剑，然后其实熟悉剑法也不能发挥它的真正威力，但是没屁用的意思啊。有吗？有变吗？封印之剑长这样哦，怎么跟以前长看起来不太一样？我也不知道那个六角形可以移动，我也是解到后面才知道可以移动了。哦，你跟我一样。好，走吧。走这里，不要，先不要走这。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吧？看你这边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捡。看不太出来，因为有点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这样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没东西了，走吧。他没有一个小视窗在右上角可以看地图。可以截取支线任务。好，我们先接支线。玉儿会不会受伤？奶奶怎么了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奶奶。你小子来得正好，老夫正愁没有对手。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啊？没下过捉鹿棋，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。坐对面去，老夫一步步教你。竹鹿棋。逐鹿棋道，贵乎谨言。手中七品，棋以为次。剑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运筹帷幄，自有规矩。双方各执子十二，六艺六平，则六艺子入阵，此乃玄子。
然后嘞，什么意思？盘面八项，各交三羽，共24棋位。然后嘞，选择棋子。好酷哦！相邻棋位由我方棋子时无法被提取。若子三没呈现，无论横竖斜行皆为乘三。所以他叫我放这里。但凡乘三，则能提取嫡子一枚，视为嫡子。若逢窗乘三，便能嫡子两枚，以此类推。代表我赢了嘛，对不对？嫡子之位谓之弃子，不得落子。弃位人断的歧路，却有误己之嫌，切莫恭请而忘后，恋战而失局。所谓愚者求子，智者求士，即为事理。无子可落，则局势抵定，使计双方嫡子之术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昆特牌。嫡子多者胜，少者负，平者和。其虽小道，实与兵合，善易者博之，既未至于，也未争先。啊，我是教学而已啊。等你好久了，下棋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这很认真，这里还有语音哎。然后嘞，没有，就一张而已啊。特殊棋子哪一个？红仙。无法被提取。哦，巫师三的打牌小而去了。然后要怎么摆？其实我刚我看不懂。相邻棋位由我方棋子是无法被提取，所以先摆其他的棋子。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怎么放的、啊？哦，打赢或者特殊棋哦。哦，三个就输了，就可以提了。那我怎么提他？啊，又被提了，怎么觉得有点难？哦，可以提。那就是这个拿掉，哦，连线看懂了，那就放这里，先挡他。啊！对啊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完了，我现在挡他而已了，糟糕。好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我知道怎么玩的。我输了。哦，懂了，这个投降了，这是打不赢的。我会了。我先，我们不是在玩 RPG 吗？怎么在玩下棋了？都是的。
我想一下，太早了，太早提也不行，而且还很危险。最佳脚不能先下哦。哦，还有两个特殊棋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超帅！总觉得我又输了。哦，因为内角有四个方向。我总觉得我又输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三条线了，等一下哦。你要拿这个吧？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放这里。要提哪一个呢？哦，他很聪明，把这个放了三个。哎，这是平手，是不是？平手了。嗯，平手。平手会有奖励吗？没有，要打赢他。好，可以的，可以打赢的。打赢特殊棋是不是？等你好久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下棋。还请手下留情了。下棋有这么多人看哦？为什么？好。而且他有两个特殊棋，哎，超不公平的。寡妇无法被提取，哎，很贱哎。然后他先放寡妇，哪有这么贱的事？那我放这里，放对角。一定会被骂，肯定被骂。我们不能让他先凑满，要不然我这个棋子会被抓走，对吗？是这样吧？这样子挡得了吗？啊，连线了！哦，对，我连线了，我先抓他的。我想一下，这个吗？我想坐到这里，这里也可以。啊，这里是这里，啊，听到了。我可是很强的，输了几次我就会了。
想想啊，要挡他，我在上面挡他，这里不用下，浪费空间，那就是下这里咯，这里可以，这两个都可以。两个，两个。啊，有了，换我了。提这个会比较多吗？可是这个不能提，因为它是放两个了，我不能提的。这个我也提不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提这种。那就提这个。好了，赢了啦，认输吧。孔和，你认输吧，你就给我乖乖的认输。赢了啦，再提你一个啦，舒服。可以投降了啦，还不投降？赢了啦！哎，下次，下次。小子不错，初次下棋就这么机灵。是老丈手下留情了。这天底下无人不玩捉鹿棋，老夫不过是个业余。相比大城镇里的棋手，自有一套棋路的，那才是真正厉害。瞧你颇有资质，许是难得一见的奇才。这天下捉鹿棋有七位名人，个个身上都有奇异的棋子。既然你要远行，不如去找他们试试身手。我要如何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来历？玉水有个小子叫赵姬，棋下的还行。你若途经那儿，不妨去会会他。多谢老丈提点。风婆，典藏项目。背包，看一下。哦，这特殊棋啊，写这个可以干嘛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对，我们刚刚已经打了三次了，哈哈，舒服。好了，应该不用理他了吧？走吧。这是什么？商人。我们现在要买药吗？应该是不需要了。破布这些要买吗？好，买一下好了。长按确定。哦，得到一个成就。我想先存个档。这个游戏不能随时存档。好，走。大家觉得《轩辕剑七》目前表现的还怎么样？可以给我一点回馈吗？那我知道你们是想要看《轩辕剑七》，也想看《轩辕剑七》，不是完全只有看《天地劫》手游。好。是子旭啊，你们的没事吧？收拾下就好了。这年头，就连待在家里都会遇到这等祸事。附近的妖魔是不是变多了？是啊，以往妖魔盘踞在深山，最近却开始在村庄附近出没。我前几天进山打猎，还被一群披狼困住，险些就交代在山上了。也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，总之我是差点丢了小命。妖魔肆虐自然是天灾了。
王兄怎么会说是人祸呢？我也是听人说的，不久前有一名绿衣女子独自进山了。哦，她进了山就没有回来了，但是在那之后深山里的妖魔纷纷骚动，结果就出现了那头黑雾大妖。现在村子里都在传说是那女子触怒了山里的鬼神，鬼神才降灾惩罚我们。一名女子？是啊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背上背了把黄金大剑，非常惹眼，也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。哎，听说过鬼神祭坛吗？那是禁猎区，属于山中鬼神管辖，四周禁伐禁猎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，想采些给仙儿治病。采药的话倒是无妨，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来，地图上标记启明墟的地方就是了。启明墟？嘿，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听说里头别有洞天，但是谁知道呢？谁也不想冒着触怒鬼神的风险在禁猎区瞎晃。我就不陪你们去了，入山之后当心点。多谢王兄。哎，你不是要上山采药，尽早出发呀，天色暗了之后可是很危险的。附近的妖魔是不是变多了？是啊，以往妖魔盘踞在深山，最近却开始在村庄附近出没。我前几天进山打猎还被一群披狼困住。好，刚才对话看过了，那就这样咯。看起来蛮远的，在这里。刚刚妹妹很可爱，在那边看。这个是什么？快速移动界面。哦，这是一个传送点的概念，对吗？是吗？这边一个是钢弹哦，是吗？是吧？快速移动。OK， 好，印象就一个是钢弹啊。好，哇，怎么觉得地图很大？我要走下去吗？是相同的。好，收腰。啊，你偷吃我还在看欸，完蛋，我要收服你。进去哦！啊，收到，收到。修养，修养。可恶，真把我当烤乳猪了。仙儿，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都有些什么吗？有白芷、木犀、明吴和藿香。哦，原来你是只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。兄，现在香囊在你那儿吧？是啊，帮你收得好好的呢。你才自己带着香料呢。好，
就互动蛮可爱的。我听到说收妖是说敌人血量少的时候才有几率可以收到，也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不会收到。没宝物。敌人啊，我看到了。流行二式崩析，好，因为刚才天书系统还没有好，所以不能收妖。对，所以也对嘛，是血少一点才比较好收啊，所以那是一血少一点，然后有几率性的收到妖。狐狸的地方一定有奇怪的东西。哎，敌人看到了，好，我们再说吧。休养啊，位置不对。啊，可惜了，没收到。萤火，太棒了！老丈的棋艺可真不差，这棋是有点意思，值得细细研究。不过要像老丈一样整日下棋，那可不行。香儿是怕我沉迷了？是啊。下棋得通盘考虑计策，动脑思考步伐，很有意义的。比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活着，好上不少。这是圣贤之言，仙儿记着了。当真？阿兄一字一句读来，绝对不假。嗯，好吧，你说了算。继续休息，再一次。第一次和阿兄出远门呢。胡说，仙儿，你才满周岁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你周游列国了。还周游列国呢？阿兄一辈子都待在大兴国境内吧？不是，阿兄小时候住过大汉呢。啊，阿兄。好，没了。所以遇到萤火的时候可以多休息几次，再一次。对我这个强迫症的人来说，我一定有四道位置。OK， 没了，走吧。狼群真的变多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们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？不是的，这批狼只是普通的山间野怪而已。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可是我呢。嗯，阿兄是带着香料的。哎，很贼耶，这个宝物我刚才想讲，你看啊、哦、刚走到这边，然后我只往这边看而已，我就走了。然后我刚刚是因为香儿讲话我才往回看的，就看到宝箱了。我靠，超贼。鸿蒙器，鸿蒙器是什么？哦，材料，培养御魂用的。哦，所以还回头看呢、啊。哇塞，太贼了吧！
看起来就两只而已，直接跳下去咯。我很好奇香儿怎么跳下来的，我来看看他怎么跳的。香儿，来跟着我跳。这边还有一只，我跳下来的时候他会跟着跳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哎，香儿瞬移了，刚刚瞬移的。我竟然还受不了。我们武器要一直用齁，这样才会加快那个训练的速度。这边有东西，那我们先逛这里。哎，这是洞窟了吗？狼穴，哦，这是新的地方吧？叫什么叫？看起来是额外的小地图而已。哦，这等一下再来的，哦，这主线剧情的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那我先出发。我以为只是一个小洞窟而已。触发这个四钢当，然后嘞，可以快速到这里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方便。我们先逛上面，感觉这边也有藏东西，没有。好，门，好，没东西，好，没东西可以走了。